怎么样？拿到了，差一点就功亏一篑，吓死我了！怕什么呀？还有我这最后一道防线呢。是是是，陆总，您功不可没。过奖了，我看还是宁总心理工程强，甘拜下风。对了，邱菊林打开代理了，应该开了吧？ 陆总，柠檬姐怎么样？材料都交给竞争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警察处理吧。你们俩呢？我们也交给警察了。啊？罚了点款。<笑>下回骑电瓶车别带我了啊！就想带你。 我再给您推荐一款日常上班用的吧。哎，这个挺好看的，我试试。好。 试一下，这个不化妆呢，涂个口红也特别提气色，是不是？真的蛮好看的，你眼光不错哎，是吧？嗯，特别衬你肤色呢。这个参加 party 晚会什么的都特别适合，这个呢很甜蜜，适合您约会。这个工作日常都很适合。那这三个我都要了。好，那我给您包上吧。哎，对了，那边还有一款特别适合您的粉底液，要不要去试试？行啊，我们去看看。好，走。 这是您的商品，小票已经放在里面了。谢谢您的推荐哈，不客气。对了，我还给您拿了几个小样，到时候您试试，如果合适的话，您再来买正品。好好，谢谢。萌萌，你可以啊，我就看了一会儿，你都卖了6单了。那你要不要替我凑第7单？这个适合你。<笑> 你做生意上瘾了，哎，晚上请你吃夜宵吧。好呀，有好事儿告诉你。什么好事儿？证据已经交给金珍了，何叶鸾他们估计逍遥不了多久。谢谢。啊，没事儿，这个人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我还挺想看他被抓的样子。我也是。
哎，对了，我今天看到那女的了。哪个女的？陈如若。但她没有跟何月兰在一块儿，跟另外一个男的逛了某用品店呢。何月兰不会被绿了吧？被绿了才好呢。但是何月兰现在的问题，比她被绿了还要麻烦。你别碰这些带尖儿带刃儿的，多危险呐！怎么了？别伤着自己，快！没关系的。哎、坐下休息休息。哎呀，以后你就什么都不用干了，歇着就行，一切都交给我。你行吗？我当然可以啊。他踢了我一下。踢了你？哎、肯定是小家伙饿了。爸爸现在就给你做早餐啊。嗯。你好，请问您是人宁保险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何月兰先生吗？我是。我们是上海浦东分局经侦支队的。这是传唤证，请你配合我们接受调查。行。靳海瑶，我们是浦东分局经侦支队的，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请跟我们走一趟。赵正海，请跟我们走一趟。智慧社区的发展方向还是以构建健康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为主，我们可以引用利于环境的污水处理系统跟环保材料。陆总，他们被抓了。昨日人宁保险上海分公司总经理何月兰、双勋集团董事长严双勋、董秘赵长海及彩虹资本董事长靳海洋等涉案人员被相关部门带走调查。新闻上还说什么了？有证据显示，以上几人在恶意收购清河股份的过程中，涉嫌团伙协作，恶意操控股市，互相收受利益，严重侵害了二级市场秩序和股民利益。公安、经侦部门和证监会将联手彻查，绝不姑息，还金融市场一片清明。太好了，这帮人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这真是天道好轮回，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哎，南林股份被停牌，接受有关部门调查。邱俊霖和程小怡也被带进去了。太好了，臭鱼烂虾一锅端，他们现在在里边一定特别热闹，狗咬狗一嘴毛，我都想看现场直播了。撕啊撕啊，很厉害。看新闻了吗？我都播报完了。那鼓掌吧。爸，害你的那帮人都已经被抓了，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个都跑不了。爸，你就放心吧，陆姨她过得挺好的，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去陪她吃顿饭，我自己过得也还行。以前啊，我总喜欢和您较劲，总想做出点成绩来证明自己。经过这段日子，我明白了，人不能太苛求自己，那样也是在为难别人。大家都挺关心我的，我现在也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我感觉这样真挺好。
小宁现在已经成为了宁总。我们俩一起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叫陆蒙。现在做的是眼光更长远的智慧社区综合项目。陆伯伯，您放心，我们会把您一直坚持的环保理念带到智慧社区这个项目里来。后来我跟卢国宇又见了几回，他对之前的事儿非常的懊恼。你放心吧，清河一定会坚持您的经营理念，同时也会跟我们陆蒙展开更多的合作。爸，您未能实现的就由我们接手吧。好久都没有这么轻松了。我也是。你中午都没怎么吃饭，饿了吧？还真有一点。现在大仇得报，公司也逐步走上正轨，我们是不是应该吃一顿庆祝一下？我原以为我看到他们被抓以后，我应该挺开心的，但我反而挺平静的。庆祝的话，解放，随便吃一口吧。你想吃什么？我来预定。你教我做零食秘制吧。好。这围裙还挺配你的。下锅炒吧。你这样让我想到了小朋友要放鞭炮的样子。碰到脸，不然你连小白脸都做不成。我又不是靠脸吃饭，不用包了。哎呀，不行，它都起泡了。没关，你自己弄一下啊。牛檬啊，剪刀在哪儿啊？啊，在电视柜下面，你找一下。找到了。Thank you.
谢谢。没什么，我就是看他受伤了，给他包扎一下。扎挺好，满血复活。宁总，你要不要试试我这茶？喝完之后哗一下子特别排毒。不用了，你介绍给小宋。哎，可以啊。姨妈，我有事儿跟你说。怎么了？刚才警察给我打电话了，何玉兰他们把跟清河相关的事儿都承认了，但唯独我那只定增股票被操控的事儿，没人敢承认。那是不是他们还存在侥幸心理啊？那要是再审两天，会不会就招了？我觉得不合理呀、啊，清河那么大的事儿，他们都招供了，没有必要隐瞒这个事儿。我有一种预感，不是何玉兰他们不承认，是这个事儿另有其人。会是谁呢？除了邱俊霖和靳海洋，谁还跟你有这么大仇啊？这摆明就是针对你啊。我真想不起来了。那你记不记得你刚冲进包间的时候，包间里有几个人？我就顾着何月兰和陈小一了。哦，当时是不是那个陈如也在？你看看这里，这上面的人那天都在吗？怎么是他呀？谁啊？这个赵长海就是那天陪全屋逛母牛母店的人。我记得他，当时他就站在那个台球桌旁边，和全屋站一块儿。好啊，那时候就考上了。这个靳海洋，我对他没什么印象，是不是他在洗手间？不是他。你记不记得我们走的时候有人撞了我们一下？嗯，那个人就是靳海洋。哎呀，萌萌，你别担心了，你要相信警察，他们肯定能问出来的，跑不了。我知道问谁了。喂，陈小姐，我是柠檬，我有事想找你聊一聊。坐。你怎么找到我的？你的快递忘了拿了。谢谢。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何月鸾那个小团伙，除了赵秘书、靳海洋，还有谁？我不知道。尤其去 KTV 那天，厕所里还躲着一个人，他是谁？我说了，我真的不知道。何月鸾的钱和房子都已经被冻结了，你现在的生活应该很难熬吧？但是这去的是私立医院，逛的是高级母婴产品店，看起来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是谁在照顾你啊？赵秘书？你们挺熟的吧？你不要胡说，你没有什么证据。我对你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我要的答案。那个人叫 Jason， 他好像是老何的朋友，从国外回来的。我也就见过那一次。他的中文名叫什么？我不知道。那你还记得什么？细节也行。他应该挺有钱的。我记得他带着一块百达翡丽的表，值不少钱呢。这个谁的朋友圈？这表可贵了。沈西学姐。是他吗？杰森要比他成熟一点，个子高高的。是他吗？对，就是他。你消息了吗？你的那只定存股票当时出的利空消息是一个无良公众号做的假新闻，前段时间已经被封了，具体的还在查。大股东出利空之前就跑了，很显然他们事先商量好了。因为你猜的没错。那你知道这个大股东现在是谁的二批吗？是他吗？我知道操纵那只定增股票的人是谁了。我知道了，我已经掌握他了。
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揭晓到的是今晚最有分量的一个奖项，获得今年创投十大新势力优秀投资人的是来自 BDI 的苏维然先生，恭喜苏总。我们要隆重邀请到的颁奖嘉宾是张鹏阳先生，有请。恭喜。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苏先生和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投资理念。感谢主办方，感谢大家。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改变命运的风口稍纵即逝，越来越考验把握机会的能力和胆识。投资是一场博弈，而资本市场是一片充满危机的丛林。今天你是追逐猎物的猎手，而明天可能就是别人的一道午餐。这听起来很残酷，但在我看来却十分的公平，因为只有真正的冒险家和能力者才有可能在这场比赛当中赢得胜利。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它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再次感谢大家，未来让我们一起跑出财富的加速度，让我们一起创造更大的价值。谢谢苏总，恭喜你啊。谢谢。小苏可真敢说啊，文质彬彬的一个人，讲话可真够犀利的，后生可畏啊。您过奖了，改天去贵公司拜访。那我恭候了。好，再见。再见。再见苏总。那再见了。嗯。苏总，车在门口了。你先去吧。好的。陆总什么时候来的呀？这个奖陆总也拿过吧？获奖感言准备了挺久的吧？即兴发挥而已。那我建议你啊，好好准备一下，认罪陈词，好想一想，即兴发挥的话可能对你不太有利。我那只定增股票为什么会爆仓，我想你应该很清楚。陆总，股市本来就有风险，玩不起可以不玩，不要把运气差怪到别人身上。我这个人啊，运气一向都挺好的。和月兰、金海洋还有双旭那帮人都已经被带走调查了，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吧？知道，最近圈里面都在传。你怕我？我怕什么？任宁、双勋还有彩虹资本他们勾结吞并清河的事儿，我想你早就应该知道。或许你当时并没有想出手，毕竟提供资金和做股价的人早就已经有了，你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就可以了。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出手的呢？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在那局得空之后的事儿吧。你知道我一定会下山救仇，我要靠那只定增股票来翻身。但是当时他们刚刚吞并完清河，他们没有余力对付，所以你决定亲自下场。利空新闻是您找人散布的虚假黑料，大股东减持的时机也跟你们配合得非常好。你跟何云兰他们不太一样，他们只是单纯的图财，而你是想要彻底的高光。
刘总，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你找错人了，不好意思，我先走了。今天你是猎手，明天你就成了别人的一顿午餐。我今天来啊，本来想听听你对投资有什么高见，但我听完之后，我发现你对投资的理解还处于一个原始阶段，连人都谈不上，野兽本能而已，挺可悲。陆建明，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就是你这张高高在上的嘴脸。你吃过苦吗？你被人践踏过吗？你知道珍贵东西被别人轻易抢走的感觉吗？你不知道。你这种生来就把别人踩在脚底下的人，你有什么资格来评论我对投资的看法？不好意思啊，我才是赢的那个人。你真的赢了吗？你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给丢了。没想到学长会变成这样，我要是早点察觉就好了。又来，这事儿跟你又没有关系。他从一开始就讨厌我，他觉得我除了回头胎，没什么其他本事。那你打算怎么办？何玉兰他们一直没有把他牵扯进来，我估计也是谈好了条件。我跟曾宇航也只能查到他跟那只股票的股东有联系。我去找他聊聊吧。算了，这些事儿都已经过去了，我不想你冒险。可是，他应该为他犯下的错误负责。我也不想看他继续错下去。而且，我觉得他现在还没有到完全无可救药那一步。真的赢了吗？柠檬，你怎么来了？喝茶。谢谢。学长，你还记不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这一届有一个男生叫文丽吗？他那时候老是欺负别的同学，大家都可讨厌他了。有点印象。
怎么突然说他了？我记得那会儿，但凡要是谁做了一点小坏事儿，都会说自己是文丽。文丽到现在可能都还不知道，居然帮别人扛了这么多累。你也是这个原因吧 ，Jason。你知道了。那个叫 Jason 的富二代抢了学姐，你心里一直过不去，所以当你在做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也管自己叫 Jason， 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报复，也是一种潜意识的逃避。那次跟你聊起我见过学姐的事儿，你说你已经放下这一切了，但其实你还在那个阴影里，从来都没有走出来过。你忙，我没有骗你，我不恨学姐，我恨的是那个抢走她的人。你很难体会这种滋味。以前我都是通过书本去了解这个世界，觉得一切有迹可循，觉得付出就会有回报，努力就会有收获。可是当我出国之后，这一切颠覆了。我埋头苦读，努力申请到了学校，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混关系进去。我省吃俭用，一个月的生活费抵不过他们的一顿饭钱。他们追女孩的方式更是让我闻所未闻。你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什么，你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情。我理解你，学长，真的，我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对待，但这些都不是改变我们的理由，不是吗？你好像拥有了以前你一直想要拥有的一切，但是你真的就快乐了吗？你还想知道什么？我可以都告诉你。你和何月兰他们是什么时候交在一起的？还记得你的墨笔推荐会吗？那是何月兰第一次约我，但是你临时约我去推荐会，我推了他。后来在你升学经理的庆功会上，我们又见到面了。
任宁保险，我之前是不是约过你啊？你就是 BDI 的苏总啊？对啊，这也太巧了吧！起初，我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后来互相摸清楚对方的行事风格之后，他问我，对一个大项目有没有兴趣？那个大项目就是特美计划。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难怪陆启明找何月兰帮忙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介意。这件事情我支持你，毕竟他是你的前老板，你应该帮他。我当时还挺感动的，但其实都在你的计划里。如果当时陆景明没有主动找我，你也会引导我去找他的，对吗？还有上次尤其的生日，你也是故意不去的。明天是尤其生日，我跟老何想给他庆个生。那我就不去捣乱了，你帮我跟尤其说声生日快乐啊。你怕我发现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什么颜色都有光泽。